六张。嗯，那边。我先比四二吧，这边四十二号火力。哦，蹲了。看。都可以，都可以。蹲了吗？看你心情。蹲了好。我觉得不要蹲着，我觉得不要蹲着，我觉得站着好了。站着。然后你就是，就针对四二把它完整一点。还有，你的歌词还有什么？这两脚野花听的。林北的股份最端正，我们有什么可以做动作？我就想一下，你歌词来讲。我刚能想的都想，就他做他对嘴的时候，他都该做了。对，我刚能想就在那时候做，就像那个一个爸爸你三振。啊，对啊，三振这个我觉得可以。不然就特别做一个啦，反正我会不会用就再说嘛。那就做三个啦，四十二、三正跟三小，就这样。那就播音乐，然后我们就你就自己做，就自己做，然后我们就抓。And coming up next， 神经元。哎，靠北矿丢 ，It's 季老师 and Amos。无了，我做。那、啊、你要不要就直接多做几次他那些动作，我觉得一直就好了。好了吗？就你不用对你唱的内容，你就直接对着节拍，然后你就自己做你的动作就好了，就完全不用对歌词。啊，我知道，但我想不到，想不到。没唱，那就好，那你唱唱。And coming up next， 神经元。靠北矿丢 ，It's 季老师 and Amos， 无了我做 ，Amos， 七七七啊，傻小啊，你娘嘞！应该是可以的，应该是没啥。